咔吧咔，因为这边音效比较慢。然后好，没关系。然后我们今天那个议程大家拿到了吗？那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投影机没有办法，所以都已经没办法用，所以请大家对，所以可能今天分享的两位可能可以吗？不好意思。没有投影机的状况下，你可以把它搬到这边来，然后大家可以看这里。我可以做鼓励，没关系。这好像也是哦，老师。对啊，我可以做鼓励，把你当人那个人体桌子这样子。谢谢。可以直接开始开本，在这里分享。应该是不会，没关系。然后还有，今天低消200块哈。那应该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震惊的消息，这样低消200块。然后还有，因为投影机现在没有投影机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不另外分摊投影机的租金这样。OK， 那等一下大家自己跟那个柜台的领那个就好了。那自我介绍，我是一马猫哈。那这边大家都是第一次有来，那这一位第一次没有来的。那 Into， 先麻烦你自我介绍好吗？站起来。我是印度华族，叫什么名字？这名字代表年轻。年轻吗？我不知道，今天还没有结束。先介绍你现在的，你现在跟谁在一起？介绍你的感情生活。我单身，对，然后我是同性恋。然后，我在 E Pro 版上面看到，所以就会。E T E Pro 版。对。嘴巴大。然后你跟 Pro 的关系啊？真的不要问这个问题，太震惊了，讲错话了吗？不行，你跟 Pro 的关系，没有讲出来一定让大家很震惊，是吧？就是工作上一直在用 Pro 啊，然后就是对啊，都跟 Pro 的。然后今天刚买赛雷神机，所以就大家不想来挑战来看看，可以来接看，走进。我问一下，内衣裤有问题吗？内衣裤有问题，你带是没有？刚买的。什么东西？一代 HD， 缺货缺到死的那一只。好的。虽然感觉很高，但是我没想到缺货什么之类的。缺货惨了。中华电信说他两个礼拜只能出5只，我是排名第6的。可是卸货户感觉比较差。然后 Into 是跟 Cindy 是同一家公司，然后在那个神奈业，对，那名片，交出来。然后刚才忘了讲哦，今天谢谢那个阿中帮我们录影哈，谢谢阿中这样子，好，名片掏出来，没有带。没关系，下次带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那个萨拉嘎多是吗？是。萨拉嘎多要帮我们那个 Share Pro 工程师和 PHP 公司的当干部谈。那欢迎萨拉嘎多，谢谢。到这边大家比较看得到你。今天我刚把 slide 就是。多大出来还是大家直接看？白色的腰带电脑，就把它存到哪去？刚才提到了吗？是哪？提到了 Facebook 上的。Facebook 好。我是哪一个？往这边吗？现在的可以贴到 Facebook 上。台湾。
送过去了吗？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哎，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你。好，谢谢。我是来走，应该是 Facebook 社团吧？社团对。然后。你现在传到哪里去了？这个链接吗？哦，谢谢。哦，好，欢迎大家去给我吧。在那个 Facebook 那个 Facebook 社团里面哈，哎，对，我还没有把那个加进那个社团。Into 对不对 ？Into 你的那个 Facebook 账号。Into at into 点 ew。先找个位置坐，然后就销两百票，我还没有人哦，好，没关系。对，等一下哈、哦，那个正好你还没，正好那个我们也还没真的实质开始议程，你先坐下来，你要坐这边吗？这边可以坐吗？对，好像只剩那边可以坐，其实。好，没问题，没问题。那请问，请你自我介绍一下，这样子。哎，好。现在就开始了。对，已经开始了。我是杨嘉慧，木易杨，嘉义的嘉，机会的会。我目前在中央研究院那个物理研究所当博士后研究员。我从事的专长是那个电脑，就是物理的模型的电脑模拟、数值模拟。然后我是这 Perl 的初学者啦，因为我是用过 Perl 的 script， 但是我就是说还在写的话，还要一些很有很大的空间。好，谢谢各位。这位是 Perl 的大头，顾好这样子啊。然后这边这两位美女是游戏公司，神来也，对，想起来了，神来也麻将。啊，这位阿忠是他自己是公司的工作室老板，对不对？不是，我记错了吗？随便啦、啊。哦，不然你是啊？你是？我是写 PHP 的啦，我写 PHP 的工程师，对啦 ，PHP 也是 Perl 了啦，嗯，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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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这张可以借我一下吗？那个 Facebook， 你现在连得上吗？可以操作。不行，这还是要过。哈哈哈哈哈。这可以借一下吗？借一下。是那个吗 ？Facebook 吗？对啊，嗯。在摩扎克键盘。所以现在，没有丢给那个，没关系，因为这个题目哈是沙冈的这题目实在是最远目的题目这样。那我想大家如果有什么兴趣，如果有什么其他的关于
一个 PHP 工程师在这个一个 Perl 工程师在这个 PHP 的世界的很多感想哦，大家都可以提出来讲这样子。OK， 好。所以我们时候就是 offline， 你确定要这样拿 offline 浏览的方式？啊，反正这边有汤椅，我实际上并没有拿着。哦，好。我只是这样方便自己看而已。嗯，好。那我虽然说我 pro 写了很多年，但我现在其实算是在 PHP 的公司工作。那我现在主要的工作也是都是写作一下。事实上，所以说这份简报虽然说一开始定的题目是说，在 Perl 工程师在 PHP 公司里面的生活，但是事实上我后来写了发现，我写 Perl 吗？好像很少，我这一年来写的 Perl 一只手都数得出来。但这是指有放在有实际放进产品里的，但自己的小工具程式还写了一堆啦。好，那反正在这一段时间，我觉得身为一个Perl工程师在 PHP 公司里面写东西的时候，这时候是要奉行 best practice 最好的时候。因为你要随时随地有想到你要写出让别人看得懂的程式，不是别的写 Perl 的人看得懂的程式，是别的语言的人看得懂的程式，这很重要。所以说那个Dollar Sign底线绝对是邪恶的东西，不准用，禁止使用。他真的，我们都在 PHP 里面用前底线了，就是他那个，他不是可以 for each 吗？什么东西吗？那我们就儿子牵底线，然后你们就可以牵底线。好，你就自己写出来。太好，你就写出来。那你们写 PHP 基本是在写 Perl 吧？对，不是，他这是谁开始的、啊？那、欸、你们会用 Dollar Sign 做那个 PHP 的变数名称？会啊，好，我会啊。PHP 也有加号啊，那是合法的变数名称啊，只是 是合法的、啊。好，太好了！直接告诉他，他是不会只有我这样用吧 ？PHP 的 P， 真的感觉，真的听起来像这样。超绝！所以说像他在底下这种写 Pro 的以外的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你在干什么东西，绝对禁止。你如果在 PHP 里面写个 for each 什么 s， 但是在底线人家至少还看得到这东西哪来的。可是你直接写一个，这真的是没人知道。还有像 Perl 的 for each 的奇妙用法，在 for each 里面你改变的东西，改变元素的内容，那会实际改变那个东西本身，至少禁止使用。没有写 PHP 的人会知道你在干什么。他只会很奇妙，你写了一个回圈，做了一个完全不知道干什么的事，然后东西就莫名其妙变了。所以想这些东西之后，说老实话，因为既然说要写，想尽各种办法写出让PHP 的人看得懂的程式的话，其实后来我奉行的最高原则是，那我就写 PHP 吧。因为反正我都写 PHP 了，那你们都看得懂啦。那反正的，反正 Pro 和 PHP 其实也已经是够接近的语言，够长得够像的语言了，写 PHP 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所以呢，就那大家来写 PHP 吧，就算你不是写网页，就算你是写 Cloud Job Command Line 2、哦、不过当然偶尔还是会有用 PHP 不能达到的事情，例如说不知道我其实不太确定到底是 PHP 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公司的 PHP 被改造的太鬼太
自己改 PHP 的 source。我知道我们公司的 PHP 有被改过，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改了什么。我只知道 garbage collection 非常的糟糕。哦。就是说，天哪，你们还会自己改 PHP 的 source？ 前人改过。哦。那平常写网页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可是如果是写 cron job 那种东西的时候呢？那种 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可能会 new 件消灭掉它，再 new 再消灭掉，重复个一万、两万、十万次，它就烂掉了。而且它也没有 destroy， 它也没有自己的 destroy 可以用，不能强制它 free 掉，非常的惨烈，那种时候就没办法了。然后。另外就是因为这是一刚刚说过了，我是在一间 PHP 公司做事，所以呢，那既然没有人在写 Perl 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升级 Perl 呢？对啊，对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升级 Perl 呢？为什么要装新的 Module 呢？对，没错，所以请随时准备好面对 Perl 5.6。不要。你们系统是？啊，会 PSD。你可以问你在哪家公司吗？会 PSD。外公司吗？雅虎里面很多用 Pro。有，不过现在基本上是全面改 PHP， 应该对，说现在也不太对，因为那是在我进公司之前的事。PHP 的那个 creator 不是走了？说不定和这有关，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也是在我进去之前的事。虽然也不对啊，可是那这样子改用 PHP， 再怎么说也应该是他走之前的事吧。反正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这是既成事实。对，要面对现实。那连得上吗？我连不上哎。所以真的还有那个机器是5.6吗？5.6比例是2000年三月，超帅的，已经满十年了。确实有机器上面是5.6。连 Nanny 连 Debian Nanny 装上去都是5.8哦。那是5.6，5.8。还好不是5.0。5.8是2002年。所以，我上次试着装过5.0哦，我被他装不起来了，恐怕养不起了。机器都改版，那个 C 都不一样了，真的。等一下，2002年的时候，我好像还没有开始写 Perl。好吧。哎，现在讲到哪章？哦，对不起，讲完了。现在在哪一章？我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刚讲完第七章。刚讲完第七章，sorry， 我怎么上一页？左右，不行啊！果然就可以了。对呀、啊。它爆炸。我觉得刚刚一直是电源被踢掉。刚说过了，既然在这里写 Perl 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难题，而且你还有各式各样的限制，所以就来写 PHP 吧。然后就会看到偶尔出现一些那种写 PHP 的人不可能是平常正常写 PHP 的人不可能使用的语法，那种一看就是深受 Perl 影响的人写的，像是现在是对。现在第九章，像最上面的那个博弈曲是平常写 Perl 的时候的用法，博弈曲买八八，都起我语法写错了，哦对，括在里面才对，而且没有 in， 没错，为什么会写 in 呢？这到底是？你说 JavaScript 语法是不是？就是 Java 的语法吧。天啊，对不起。既然写出了，
写出了完全不属于任何女生的东西，然后拿出来。所以说我一开始进公司的时候，我写的第一个程式里面出现了第二段的那种语法。可是事实上，我在公司里面看到全部都是第三种语法。第三种的。Kiss 的 array 这样子，然后再 for each kiss 啊，就是那个。可是其实我觉得这有点是那个文化 style 的问题。大概。就是我觉得 Perl 里面常常比较会常常出现说一个一行里面会回答好几个指令这样子，很比较简洁的做法。我不知道，你的荧幕太小了吧？哈哈哈哈哈！对，我想说明明就只有两种，因为我下按下就下页啦。这荧幕太小了。哎呦！抱歉，是可以让他说抱歉。没办法，这台功能只能插进口袋里面而已啊。这是没有办法让他变小字啊。消失的第三行啊，二又二分之一台。这要有气势才看得到。其实比较主要的东西啦，那或者是偶尔会在看 code 的时候看到变数名称里面出现 hash 这个字里面，这种 zone 除了 zone 在 Perl 以外的地方不可能有人用 hash 当做变数名称的。写的时候就也遇到一些那种，这个东西看起来和 Pro 的东西很像，然后就直接用，然后发现中了陷阱。那个方程其实在细节上和 Pro 不一样。我觉得最经典的范例是第十一页那一个三元算。请注意我第二个写法多加了一些括号。对啊，就像序不一样。没错，你如果没有那些括号的话，你会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这种方法了。还是用你不对啊，这是 PHE。 可是太多行了啊，我完全没看过这个。啊，这是 PHE 吗？是下面的是 PHE 吗？所以 PHP 你看你写出来一二三四啊，那你用引符会差多少吗？我觉得不会。可是有五个条件的时候就差很多了。对，五个条件就不应该是用引符啦，不是吗？对啦。你这个是说你只有两个条件，而且五个条件的话也不应该用这种语法。这种语法是用在一个很单纯的判断式，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有很多工具或很多语法可以让你用，可是并不代表说它可以做得到，那你就这样子用。因为有时候这是一种，就像你说的，它是一种陷阱。其实这不是一个那我们 Pro 喜欢听头啊。所以 PHP 的指导是什么？所以你的目标如果是说要让大家写出来的 code 是让大家看得懂的话，那你就应该摒弃这种方法，连简单的方法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这是我的认为啊。如果你的目标是写出一个让大家都看得懂，那你应该摒弃这种方法。哎，如果你的目标是这样，如果你的目标不是这样，那当然不是问题。我个人认为。所以如果少那两括号 ，PHP 的指导是什么？它会是处吗？或者是？看一下。我无法猜到第二种可能的 priority greater 的意思是什么。就他把第一个冒号后面加上 value， 然后后面就还是他从后面开始。他可能会不能放，他会画的错。真的吗？现在谁说吗？出场吗？然后把这个冒号后面。后面的从后面到前面的，就前面那整坨变成问号前面的。不好意思，我插个话，你看大家会讨论，就是代表说大家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一切的，因为你的目标是写出大家都能够理解的 code， 那请摒弃这些方法。所以而且更重要的是，
领气在 PHP 里面，因为你在 C 里面，你在其他语言里面，它都是用另外一种算法，只有在 PHP 里面不一样。那没有，我是觉得说，你的目标是这样的话，在任何语言也一样 ，C 也一样。只是在讨论这个语言的细节。因为问号冒号问号冒号是 ambiguous， 它有两种写法。对。所以我研究把它写成问号问号冒号冒号，它只有一种写法。为什么？问号问号冒号冒。它就只是 pass 方式，它就不会 ambiguous。哦，问号问号冒号冒号是不是？然后是有一个条件请逆向的，就是类似那样。这样他一定会先走到最里面去。但是他觉得他的方式根本就会对不起来，所以第一个问号一定最后很好。对对对。那可是，那你小孩，所以如果你有三个的话，你就把要把问号全部写起来，然后把六。我没有写到三个，我反正就是，可是那个会都变成负面，那个条件都变，就是都变那个负面。对，就很难懂。真的 ，i 如果是一的话，就去跑出来会是小于十，但不会是小于，就是他后先先看后面的，对，太可怕。继续。用 Ruby 的时候卡住。哦。哎，继续。其实也不用继续了，因为就最后一张。啊，不是有十八张。哦，后面的是那个草稿阶段被我丢弃的东西。哇哦！而且你 end 的第四三章，然后我发现最后一章只是个 A， 对，还有动画会 A 之后会秀出别的东西。抱歉，因为那是草稿阶段的东西。哦。所以说我只有在进公司写的第一个程式里面用了这个语法，然后中踩中陷阱之后，后来就再也没有用了。所以说，而且因为在这里面写 Perl 实在是，就除非是万不得已的状况，其实几乎都不会写 Perl， 所以说。整间公司都没有在用 Pro， 好伤心啊！好伤心，好伤心！这里面不是最大的 Pro 的，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尽可能写出同事看得懂的，就是哪一天自己突然消失的时候，还有人看得懂这东西在写什么的。应该大部分人都会直接打到重练的。啊，这当然也是有这个可能，可是也有不能打掉重练的时候。可是我举手哦，你这样讲，我觉得那样的话是因为他们太弱了，是因为你同事太弱了，看不懂在写什么。没错，像你刚才讲那个 for 啊 ，for h 啊，那个第二个写法其实仔细看一下还是看得懂啊。啊，那个只是 copy style 的问题。对啊。后面的陷阱的东西，那才是真正的问题。哦。欸，不过我觉得在那个同时用 Perl 跟 PHP 的公司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像我们公司也是这样。然后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同事把我一段 Perl code 翻成那个 PHP， 那种 Perl module 最后不是会加一分号，对不对？因为要不然你会 compile 不过，他在 PHP 也加一分号。为什么要加一分号呢？你为什么在 PHP 加一分？什么什么？你说是在什么加分号？就是一分号。Perl 后面你都会加一分号嘛？要不然你那个、一分号哦，对对对，要不然你过不了、啊。你要 return 一个 true， 你要 return 一个 true， 对不对？他翻 PHP 他要加一分号的啊，然后就 PHP 不需要这种东西啊。这代表说有一个影子在后面。来，那我要讲一些。那个，我去年的时候去一家公司啊，然后他们是只有做 PHP， 然后他们的用 XOPS 改一些 solution 这样子。那虽然我那主管不大懂 PHP 呀，然后他就跟我讲个东西，他就问我一个东西，他知道我会 Perl， 他问我一个东西，那个。PHP 是不是比较适合 Perl 是比较适合做系统的东西，然后 PHP 比较适合什么都可以做的。然后就很想抓狂，你知道吗？
对，然后很想秀给他看，说 Apple PHP 有哪些东西可以做哪些东西，很想把整个 C 片都秀给他看，直接给他看一个真实就好。对，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讲说，可是你看 Pro 的东西只有 Open Webmail 啊，顶多就只有一个 Open Webmail 啊，都是系统相关的东西。然后就觉得脸上超多斜线。哦，摸着道让我想起来一件事情。我当初到这家公司应征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写过任何一支 PHP 程式。我那个时候唯一的 PHP 经验是以前曾经帮同学改造一个现成的留言板程式，就这样，没有任何 PHP 经验。不过看起来这几个语言其实长得真的很相似，所以说聊一聊之后还是进来的。这些 Inky 不是有写套东西可以把那个 Pro PHP Ruby 什么 compile 去吗？只有他的翻译写过。真的吗？把什么？他就是把那个一个圆转换成另外一个圆，因为这几个 scripting language 其实差不多、啊。嗯哼。他是不能真的用啊，他是用很兴奋。他是定义一个中间的语言，对啊，然后定义一个资料结构可以去表示所有语言的文法树。对，然后他用 Python 写转换的 pass 的转换器啊，就是把所有他可以 pass 的那一部分转换成他的语言的文法，就是用 YAML 定义，对，然后就可以再输出成绩了。对，只是所以他那个他就不过那是他只有定义，他目前只有定义了 class module， 还有 printer 这三个字，什么鬼？什么鬼？只有概念的。哦，真的可以动。我想说，Pro 那么多恶心的语言，可以动吗？哦，就他没有，不是所有语言的完整都可以记，他一定是所有语言的某一个 subset。每个语言都要可以 pass。因为像，比如说，习作了每种语言是。我觉得感觉很像 decompiler。也不是啊，就是他只有办法转 subset 一个 subset， 然后因为有一些那个 syntax 比较简单，可是有一些语义的东西比较难。像 Ruby 的语义就很不好猜，你光看到一个 method， 它可能是 call instance method， 它也可能不是，就比较难一点。你必须真的要有一个像 B 的东西在里面集合。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而且有些其实是那 coding 的 culture 的问题，就是说，对啦，其实真的你看 PHP code 里面那个。大多都是第三类的做法，第三种的做法，不是第二种做法，就是那个回圈那里啊，大家看到、就是，然后其实，在 Pro 的，因为我自己做 tester 嘛，然后看过很多那个 code 的这样子，然后 Pro 的公司 Pro 的文化会比较多，就是一行里面会有很复杂的逻辑判断这样子，对，那因为我记得我在看那个 Novell Matex 的一个 bug 的时候，看到那行哇。它大概比这个还要短吧，而且一行而已，大概就三四个有 if 功能的逻辑，这样逻辑判断，对对对。然后可是这个东西在 PHP 里面是好像没有人这样子在用的，语法也不大允许啦，但是就算语法允许的状况下也不大，你要够新的版本才能够玩那种 inline function， 必须有 inline function， 像那个新版本有。对啊，他会真的在很快玩就赢了，是这样的意思。还是你是说 closure？ 那只是语法而已。closure 像有一个叫做，不知道大家应该知道一个叫 or 等于，or 等于，大家知道吗？哈、哦，知道。对啊，那我觉得那是超邪恶的。那太邪恶了。那个太邪恶了，可是很多骇客很爱用那个哎。那是设定 default 用的、啊。对，可是后来发现那 or 等于不大好用，因为 or 有可能你要用斜线嘛。对，变成你要又5.10开始又多一个斜线等于，对，然后就 那个是 undefined 等于 undefined 或是等于这样子，哦，超邪恶的，对啊，邪恶吗？可是 Pro 工程师好像就很习惯用这样的东西，什么？没有，那是 Pro 的特性之一，对，可是。特性不代表说一定都是好的，它只是特性而已。对，可是
真的很超实用的。是欺负新手是吧？所以后来我曾经有做过把那个比较大的 Perl 系统就去改写成 PHP 系统啊，或者是说把 PHP 系统某些东西改做成 Perl 的东西，然后就发现哦，在 PHP 里面可能写了要写十行二十行才能解决的问题，那 Perl 里面考有时候只要一行就出来了，对。蛮诡异的，对啊，然后就感觉到这两个语言的那种整个 design 的 culture 就不大一样， design 的那个理念就不大一样，对啊。而且有时候那个 Perl 写一写会写出那种在一行里面就出现一个 map 加一个 grep 的东西。对，就是一个 map 加一个 grep。难怪有两个或三个这种东西组得起来。哦，对 ，map 在 grep 在 map， 对，有时候会这种事。对啊，就是像这样的东西，他就要用 PHP 写，就要好几行，就要十行左右吧。因为有万恶的 underscore 底线啊，那个 dollar sign 底线。对啊。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我在那个 Facebook 上贴了一个 Rosetta Code 的 download， 就是这个是对，大家知道 Rosetta Stone 就是Rosetta Stone 是一个石头上面一边写着英文一边写埃及文，是个从地中海挖出来，是个从地中海挖出来的石头，就是可以现在当做翻译古埃及文的最重要的参考。反正那不重要，那还蛮好。就说这个网站是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题目，然后那个题目会有你想到所有语言的解法。啊？什么？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你想到所有语言解法？比如说你找费蒙纳西数列，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找到大概30种语言的解法的费蒙纳西。Rosetta Code。对，然后。当然 ，PHP 或者是 Perl 或是 Perl 6都会用。Old 就可以吗？还是 Wiki 啊？应该 Old 就可以，还是用到这样吧。对。OK， 飞空那是。连够都有。那有一些会有很多一辈子没听过语言都会出现，就是非常厉害。OZ。对 ，OZ 也是一个语言。ORC 啊。我自己是 OK 的，我解释的好长。哇，这么多！哇，而且飞空拉奇他有每种语言他列了4种解法。就是让他用递回，对，就是上面的有时候会讲说，对，有时候有些题目会讲说，来看用递回解啊，或者是用回圈解。现在在看他。好玩。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用来比对语言的差异的写法。那凡是跟数学有关，凡是跟数学相关的题目，那个 MATLAB 都是顺差。MATLAB 说的也是，对啊。不过像是比较类似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题目，像是什么 Y combinator 啊，或者是跟递回有关的 Perl 6都是超快的，都是大概4-5行的解法。Pro 的 Sub 就是 Pro 5的话就会那个好像 Sub 要写多一点的，其实也还好。费蒙纳奇数列的 Pro 6超短，有两种写法，回圈。哦，你是 lazy， 因为它有 multi Sub， 所以你就定义两个 Sub 就变成这边。Pro 6吗？对 ，Pro 6有 multi Sub。这像 Overload 那样的。对。惠尔，这不是那个 Haskell 的那个东西吗？这个是对，这个就是现参数符合条件的时候。对，当初对是符合这个条件是这样，符合另外一个其他条件是这样，这样。所以你在递回的时候，就不用在函数里面写条件，就会比较清楚。你有看到吗？没关系，上的。哦，太狠了。我记得这个语法 Pro 5也可以用。对，要用一些其他的那个。extension 有个上面跟我一起 share 这个画面，我写法不完全，两个，难怪二六，咱们画面是那样，对啊，不一样，
你要把它当成两种不同的进去来看待。哇，好多、哦！那全部一开始的目录这边会有，对啊，不同的语言的所有的解法。现在就是这样，现在两边都是放分开语力。七、九十、一百、一百零四。一百零，他列了104种语言，然后很多语言有三五种解法，三四种解法。而且光 basic 就有好几种。哦，其实 basic 自己也有好多的法门。是啊，没错。好，谢谢萨拉贡达，谢谢刚才的 share 这样子，嘿。大家还有没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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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讲的东西？哦，你又来了，猜他，我要放地上猜他。那没有的话，那我们谢谢萨拉翁了。那我们接下来欢迎他跟你很有缘的，他说你要一定要留言贴章在上面。是，他是这样放。那我们接下来欢迎那个谁，欢迎 Cindy。什么？还在截图是不是？好，没关系。那哇，又踩了！要不要把它拿下来？应该去拿下来，先拿下来，先拿下来，等一下装上去好了。这些时候，大家有人在用的举手好吗？这些时候有人在用的。一二三四五，五个人在用。四元，你们在用？对啊。小马的还是？是那个。来 ，Google 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是 JSON？ JSON 啊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哦。用 JavaScript 语法表示物件结构。对不起，我听这句话。好东西啊。有啊有，我有一个那个电台的程式，就是用那种格式。电台的程式，我有那个。我有 Google Extension， 就是用 JSON 那个data 的。然后每次只要去 update 那个 feed， 就可以 update 那个电台 playlist。那。OK， 那我们等一下那个 Cindy 哈，对。不是重点，大概是我 iPhone M Game 玩太多了，所以就啊，不是很普通吗？对啊，就是你会觉得很普通，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就是大家就是压力大，然后玩很简单，可以消除压力，就这样就好了。是啊，不用太复杂，因为太复杂太好了，我都已经压力很大了，我还在想说这怎么玩。等一下，我听你的话让我联想到一件事情，该不会是在 Android 上面的游戏不多，好玩的游戏不多，所以这个才会那种好玩。不用花太多脑袋就可以杀时间吧？可是 iPhone 上面这种等级的游戏很多啊。可是我看基本上都要杀时间的。用 iPhone 也在玩这个啊？什么？我看朋友用 iPhone 也在玩这个啊。是啊、喔，这个很棒吗？没有，这对啊，一种是游戏简单，二来是这样才有话题啊。大家都在玩，你们在玩，然后就没错感，懂吗？有时候效应是这样子。原来如此，原来有数值就是为了让你可以试打好几次。干嘛？打到那个时候，本来今天的那个就是要去那个什么大学同学会哦，结果
就临时过来的。对 对, 對，后来想说算了，就赶过来看看好了，没给我赶上。在下面签个名吧。我好像把手要背后去。这里，这样子没有算死过。是他感冒，对，所以今天临时卡掉一个。OK。虽然我有他装病的预感，可是我们不应该怀疑别人这样子。我已经在怀疑了，才说这种话。哎，我觉得我们下一次，以后我们每次聚会，我们来share一个卡走，好不好？每次聚会我们来share一个 module 好不好？那下次有没有要再领一个 module？ 就每次聚会一个人share一个 module？ 没有，就是轮流啊。或者是其实一个的话大概可以share到十年后吧。所以十次聚会我们share两个 module， 就两个人认领 module， 要不要？而且壮大盖板之后还可以再帅气的。那Jason， 你要不要从你开始？我还没有准备啊。没有没有，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当然不是这次啊！我怎么会这么狠心呢？对不对？你要不要需要一个 module 下一次？我可以从别人开始。哦，好好。现在可以准备。Jason， 都可以。你觉得你想推荐的，大家多多使用的。我是要靠 HTML 派的姐。最近我觉得 Jason 是不是？赛的不错，怎么拼啊？跳舞者阿月 ，dancer， 哦，舞者阿月，别人的赛的不错，对啊，直接用这个当 logo。那再面下一次就再面再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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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再不要不是你啊，他们再一个再一个，四元要不要？啊，我们在一起喝。八姐，八姐。最近没有那个。那你就介绍你眼中的套那我群。那我介我写我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的，给大家入门一点。我介绍 LWP 好了。哎呀，好东西。下次我来介绍 LWP 吧，不用吧？介绍 Debcom 好。你想介绍 Debcom 吗？你好。那就你。那下次就你跟那个 Dryman。那个你们会有点。有点什么？不会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所以我介绍这次，我主要是网络上可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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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太严肃，不用太严肃这样子，而且以免再造成以免又产生那个投影机跑掉的困境，超棒啊！对，所以其实不用太严肃这样子。他为什么？就在前一天，让他先写一下，让他先下载。那你要写一个那个 client 啊，就是他播放的时候，你这边剪辑的那个 slide 环境。他最后点播了，那就把它下载。不用啊，你就放在上面。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翻页。可以啊，把 slide 的东西可以上去改。丢上来了是不是？那你刚丢，你刚按那个人吗？我好 ，OK 好。那你要讲好，那就 Cindy。没有。到底在哪里？丢在哪里？来。
哦，艾亚西，啊、哦，我不会用艾亚西呀、啊。没关系，没关系，我把它转过来。Sorry, you are unable to blah blah blah. 权限没开。我不能看、啊。可以了，可以了，我会把它贴到 Facebook 上面好了。Hello， 我贴上去了。哦，好。哎、欸，没没。啊？好了，那个我贴上去了，在那个 Facebook 社群里面，社团里面也有。你看到了吗？有。他两个接在一起。Sorry, we are able to generate a view in the document at this time. Please try again later. 权限有开吗？都会用到屏蔽的就是例如说
代表特别特色，而且或者是说你里面存了一堆东西，你把里面一堆东西当作像平常的阵列存了一堆数字一样，然后你把它凑成一下，然后接下来就根据这个顺序去做事。对耶，对耶，会这样子。可是你如果把它的那个顺序打乱的话，你刚刚的送分就没了。那个东西，我自己画会小心一点。画如果因为那样子的话，也不会太生气。但是今天我要分享一些，因为别的事情没有爆炸了，所以很生气。那个后面那个 string 跟 number 部分就写一下，我就可以快放过去了。就大概知道这个东西。另外一个，那我们先看一下另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因为我原本想到就是今天的主题有一点，所以我想到就是再做一下后面的东西，所以我就写那个 Excel 那个，其实后面还是出来的。那等一下你们后续会看到，陆续看到一些什么？那第二页就是这个 Excel 出来，出问题。然后第三页对啊，然后最后一个这种东西直接出来会变成回来这个原本的 Excel 对啊。好累哦。那我们先看一些就是那个具体的范例。有 S 七八九吗？有 S 七八九。我没有找到。因为我就是想要今天来问说有没有这个吗？有 S 八九。就 XB 的。XB 的八九。如果没有的话就帮你有的话就。然后一些就是比较注意，如果你没有用过 JS 的话，可以看一下。我这边是一个点 JS 档，然后就直接写日期。那这是把那个就把我们这种聚会的那个日期跟地点当做地址。那就是我先放个阵列，然后阵列里面再放四个物件，然后每个物件有两个，就是日期跟地点。OK， 那大概跟这个就长这样。所以，算是说你自己用手直接打，大概可以蛮容易看得出来，因为它本来就是程式。这段是什么语言 ？JSON。啊，这边是 JavaScript。对，其实也是 JavaScript。那也就是这那个等号后面的部分开始是 JSON。等号前面就是JavaScript。然后这个很屌。那接下来就是示范那个把用 JSON 这样在我这边传移资料的部分。那其实第九页就是从 curl 传资料到 JSON 的。那现在就是上半段就是上 curl， 然后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那比较特别的是，我把那个前 data 经过 JSON 以后，就放到前 data 数据，因为反正它自串嘛，就经过 JSON 就串了。然后下面就是把那用片从片区把这些东西开出来。那我就是print R 两次，一次就是印那个 data 是把切开的样子，另外一次是把那个 data 就里面的 data 切开的。然后再下一个就是这样，手上就只有快的就把它倒过来。之前看起来都没问题。然后再下一页，第十页就是那个从 PHP 传资料到 curl 传，那看起来也是就很复杂，然后那就不多解释。再看下一页就是它另外一个，对的，就是我一出来被挂号的，就是有点像，像 data dump 一样，专门用来计算的。
然后其实也就是我那个特罗布特没有练成是吗？然后他来那个，他练出来是这个样子，第四页。那你会看到里面有那个反斜线 X 那个是 data 单位，他会这样子，就他遇到穿越员，他就是用反斜线来。对，上面那个就是 Beta 2，然后它的中文出来，然后下面那个是 Beta， 那就坏掉了。你会看到一个混乱吗？为什么有的人怎么样？对，有人会出来，有没有出来？就是外面那一层的出来，里面那层的坏掉。哦，所以是外面那一层，里面那一层坏掉了哦。对。然后那天刚好就是很
串那边也是很长的话，它除了就是有一些 gap 资源之外，它有一个就是板前线鱼在最下面，板前线鱼，然后再四个十六经纬的区域，它可以用来描述环境。就它原本有，它最上面那一块很大片，它就说任何 Unicode 都可以用。现在问题是，你那个 A 里面，其实它指的是已经被沉淀了一个追踪的状态，所以你这里只要用追踪以后，你用追踪，我有分种追踪跟追踪，出追踪会把它转成一个追踪 string， 不会把它做成。哦，就是说你他是维持他在他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对，他还是维持，所以你现在整个 complete 维持，最后一次是 realize 的。你现在是因为你里面的定已经变了，中间每前面的每一次都用 realize， 然后最后一次用 complete。这样的话，你就要知道你这一次是不是最后一次。可是你本来就不应该自己在追踪 serialize 前面存一个 serialize 的追踪字串的。你应该是直接让那个 data structure 在里面可以被展开来。就是你就。可是如果你已经做这个分别，那你还是告诉我讲一下那个刚刚的 case， 这个平常是不会发生的。然后最后一次。我告诉你为什么它会发生的，就是我们类似像那个 OOS 啊，或是他们都会有一个 find 的，那又不想，因为它的那个用 MD5 或是 SHA1 之前，通常是要把一个字串。他只能看input的是字串，然后再去输出一个类似圈上的一个东西。那那个字串因为这次用的很不顺手，就好方便，这就不想去自己再去想那分割符号，所以就这次我还丢那个东西。那所以说，所以我有些地方就是新的车就直接那一串字串就是一个 notation。那当他这个新的车要去传送给别人的时候，它就出现在另外一串字串，然后你又把它包在另外的 JSON 里面传给别人的时候，对，因为用的时候就想说它就是一个字串，哎，它就是一个字串这样，对，然后它是一个很正常的字串，我说它不是很正常，明白，对，那像那个刚片子啊，它到困扰这边都没有出现。因为他都是后来发现他都是用板前线义务去做的，那板前线义务那种写法每一个字都会在比较一二七，对，他做在多次都不会有事情。还有一个是如果这个的问题是因为 Pro 的这个字串的 auto upgrade， 所以你就要 use 那个 encoding small号 warning 什么的，遇到这种情况他就给你 warning。 对啊，第二次的话，现在问题说是白的，他做了 auto upgrade 之后就会一直忘，因为这通常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情况。就是说你里面现在是一个白的，可是你外面是一个巨型，然后所以它两个不一样，他就自己想办法 upgrade， 然后通常 upgrade 结果都不是我们要的，所以有一个选项是你可以把这个。所以，那 Pro 那个 JSON 啊，因为 Pro 的那个风格就是你想怎么用，所以它就提供各种用法。那它这个用法就是，它可以要求它是用把前线义务的方式输出。虽然说我曾经讨厌这种输出方式，因为它会让你光要上线的人，对，原本一个中文字就变成三个 byte 的那个写法。那现在用这种写法，就要把前线义务，然后再四个字变六个 byte。那第21页就是这个例子，就是用那个 ASCII 然后代以后的。详细用，就是因为这个，我自己觉得不是很好记啊，所以就是我比较用不在上面，应该只知道这个字。那然后之后22页就提到这个。斜线 U 的表述法。对对对，那个22页的上半就看到那个字串就是白斜线 U 是 O 四 U 二。
哎、欸，你这个是怎么做的？然后我想要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今天用要只是要一个十二 layer 的说法，或者是要 human read 的说法，或者是 Java 使用的话，可以考虑用那些。它是一个比 JSON 更小更快的一个是。对压板呢？对压板，它把压 MSG 开出来。哦、oh, ，message pack， message pack， 它是 Pro 专用的，你觉得它各种用？哎，问题是，它 JavaScript 能用吗？ JavaScript 对，当然可以用。我说，如果你因为 JSON 好处是 JavaScript 可以调就可以用了。对，那你就是用它的话，必须 JavaScript 还是要一个用。之前看到有一个叫做 Biso。Biso。但是他说他是可以 binary 的，哦，我就看到语法就。以前就是 JSON 很好，很简洁漂亮的感觉，全部都不见了。就看它 Python 的语法就很像在 NPEG 那种感觉。谢谢。谢谢 Cindy。嗯。谢谢 Cindy。哦，那 OK， 那。啊，接下来大家 free 时间的，那下次我们下次那个能干要跟我们讨论，下次 Dryman 要跟我们讨论那个需要先跟我们 share 模组那个 sensor， 还有 Ford 当然要 share then come， 对，那还有没有人除了这两除了 share 模组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我想说有没有人想 share 什么意思什么梦？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因为我最近在 Pro Author 里面有一个很，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是很白痴的题目哦。可是好像有时候越白痴的题目，大家越吵越，大家越聊得越热闹。就是它叫做 What hurt you most in Pearl？ 什么题目 ？What hurt you most in Pearl？ 好，关于这个，我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没有，我们下次来讨论就好了。直接听吧。好，就是那个，你可以有很多东西，就是因为它变数有各种级别啦，然后所以说那其实你就算说名字长得一样，可是它实际上它就不同的东西。哦，同名，可是我觉得很好玩哦。可是看别人的 code 的时候，就会不小心中招。哎，我们下次我们来的，我们就一个人想一个人想说自己觉得 Pearl 哪个东西对你来讲最讨厌 ，What hurt you most in Pearl 这样子，然后大家出来，大家上来炫一下。然后飞黄。其实是很白痴的题目，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在 Pro Author 里面讨论的非常热，一堆大咖都搅进去讨论。我觉得这个题目真的很好。我们讨论什么东西 ？What hurt you most in Pearl？ 当然是 encoding upgrade 啊。没关系，我们下次可以一起来讨论这样子。那下个月的聚会，我们还是一样，第一个礼拜六吗？还是会不到第二个礼拜六？时间的话是。第一个礼拜六没空。第一个礼拜六是哦，一号我想没有空，那我拿是二号好了。一号大家是不可能有空，那就1月8号哦。OK， 那下次聚会的时候就1月8号。那地点的话还在这边上大学的。我没有意见哦，刚才是故意开玩笑的。刚才说什么？刚才是故意开玩笑，我没有意见。如果大家觉得这边不错，也可以啊。我以为是在楼下，我以为是楼下是另外。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是有推荐的地方？再看一看。其他的不是说台大店，我们可以证明的。对啊，不要台大店。你们什么台大店？对，不要发台大店。台大店是不是？可是我们可以证明的，这里就是只能花个2个礼拜时间看一下其他。哦，好啊，那我看看台大店。对啊，看台大店有没有地小可以看。这里其实是很近。结果吗？近一点点，差不多吧。他也在一个人留下来。我来这里吗？对不对？是的。哎，那边有卖酒。就是刚才是下午茶。哦哦哦。这个对。好啊，那就暂时这个样子。还是我们就直接暂定在台大店。
然后我再去定位，我再去定位，万一台大电灯不行，我再想办法。OK， 好，那我们下次就暂定在台大电好了。然后 ，OK， 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是自由聊天时间。OK， 那谢谢阿中，谢谢阿中，今天最辛苦的是阿中。